Hola, 咪咪大大友，我是爱聊言行的秋秋，今天给大家带来3.8前瞻直播总结，关注秋秋，候选能第一时间获取言神最新消息哦。听秋秋讲解的同时，记得领着300元时，兑换码放在简介和评论区了。3.8版本从7月5日持续到8月15日。先来看看大家最关心的卡池，上半可莉加优拉武器池，四风原点加松濑响起之时，下半伞兵加星海武器池，图莱多拉的回忆加不灭月华。全新地图，新现实地图流行圣境，坐落在须弥沙漠中的一处绿洲乐园。嘿嘿，咱们可莉女儿又有新的游乐场了。全新角色衣装，可莉全新衣装3.8版本期间优惠限时折扣，预计1350创世结晶。凯亚全新衣装将在活动中赠送，对于想给可莉买新衣服的宝贝，为了最大收益，也可以选择提前开5张小月卡，算下来可以得到1500创世结晶加13500原石，大家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哟。全新剧情，御三家之一的凯亚迎来全新邀约事件，再加上任务系统的整体优化，期待之拉满。版本主题围绕纯水精灵展开，在大剧院里上演精彩的剧目，分为4个充满游乐场气息的子活动，包含限时射击，用水炮攻击漂浮物体，命中不同目标产生特殊效果，竞速跑酷，操控特殊道具来收集硬币，沿途还需要躲避不同的障碍，战斗打怪，利用舞台灯光 buff 完成战斗，休闲投球，将道具球投掷到指定区域来获取积分。此外，秋秋最期待的就是这个呼呼车，有种在游乐场坐过山车的感觉。完成活动挑战，预计可得1000左右原石，还可以兑换凯亚皮肤哦，还有一只莱伊拉可领哦。除此以外，还有3个小活动：险途勘探、战斗类活动，按指定规则获取增益效果击败敌人；传心同事、解密类活动，使用道具寻找并回收所有实验用小动物；冒险家试炼综合类活动，使用指定角色完成不同关卡的秘境挑战。老规矩，一个活动420原石，七圣召唤、上新凯蒂斯、烟飞、万叶卡牌及其天赋牌，开发新机制秘传牌，玩法更富有策略性了呢。原神与 Keep、晨光、支付宝开展新一轮联名活动，记得多多支持哦。枫丹新彩蛋，不愧是科技发达的国度，水上飞车看着就很高级。哎，这位小可爱会是枫丹新角色吗？潜水玩法也进一步确定了呢，水下宝箱搜集和新激光玩法，好耶。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内容了，视频制作不易，还希望大家能给秋秋一个免费的3年，谢谢大家。